你干什么？原来你真在这儿，这几天都联系不上你。本想来这儿找找看，没想到你真在这儿自暴自弃。差不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嗯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让我喝。我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了。彤彤是我的唯一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你干嘛？别这样！你干嘛？内心脆弱，表面非要装强势，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你。 再见。我没事，我能走。你少来了。喂，喂，哎，怎么这么能吐？好，来，来坐下。 不会吧，这么快就忘光了？昨天晚上你喝醉酒，非要缠着和我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喂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向俊是风流，但不下流。趁人之危这种事，我是不会做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，你昨天晚上借酒浇愁，喝得乱七八糟，吐得一塌糊涂，怎么可能跟我发生什么事情呢？ 很多事情失败了可以重新开始，可是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失败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。吴桐，你自己也说过，你不会让你儿子失望。可是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认为折磨自己、惩罚自己，事情就会改变吗？你一直沉迷伤痛，这对事情于事无补，这样只能让更多的人觉得孩子没有在你身边是正确的。 你这样做，只会对不起两个人，彤彤跟你自己。
童童的案子虽然暂时败诉了，可是最终还是有机会争取探视权的。如果经济状况允许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要回抚养权。你只要振作起来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尽我所有的能力帮你。 我真的不能再这样放纵自己了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也不能让彤彤失望。湘君，真的谢谢你。看来我可以考虑考虑，做个心理医生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好好的工作。 好好的生活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吃个早餐，一会儿我送你。